别废话，一件事儿，玩命练。行，看得见。哎，哎呦，我觉得你后面啊，精神分裂，当导演又当演员。行，哥。 来，好，来，我今儿说个新技术啊，聊我，都成精英了，不是他们有这种聊吗？加油，来，中国队，加油，这么着急，这球能打丢吗？ 你一做那个动作你就知道，刷，看见这个就看到什么什么特别。哎呀，我先打一，这半分的，是不是一看就是？对，一看就知道有年龄，胶带皮肤过敏。训练有，能提醒，兄弟们，用点小小的作业，这每一个细节在大屏幕里是非常清楚的，绝大多数的工作细节，所以除了这个，还多了一份专心。 一个人在找点自己喜欢的人，比如咱老爷子，咱就是这老教练，对对对。哇！我刚刚你们看到小黄人怎么叫？这就是会打球的徒弟吗？抓鸡是吗？好的。啊，大的女孩，小的女孩。大的。我们为我扛过了一天，对，谢谢你们。今天。 我们去跟每一个为了帮他们看中国乒乓的时候，我们用我们的能量穿过屏幕跟他们握一次手，拥抱一次，好不好？来吧，很好，完美。